我们的资源虽然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推出新的洗护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，所以我们要以年轻时尚的宣传方式去打动目标消费人群。我们要让消费者对我们的新概念产生好奇心，而不是一味的去推销它的效果。发量是目前年轻消费者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，所以我们要以生姜强根健发系列作为主打产品。好的，易总。想睡觉了？没有没有。我们继续。所以呢，生姜强根健发系列采用无除了海飞集团，陆续还有芝兰、雅安被检测出有塑化剂。传承最近的销售增长了120%。欧洲方面也有不少的渠道商在跟我们接触。好了，今天汇报暂时到这里。各部门呢，接下来做好案头工作。我们要让消费者增加对我们的产品印象。传承就等于天然、健康、安心。我们要做更好的母婴产品。安森，是不是到饭点了？开玩笑，你开会的时候什么有饭点啊？什么时候？到了，确实到了，我疏忽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确实到了。那好，大家先吃饭吧。陈嘉欣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待着，让你过去啊，吃吧。易总，请慢用。嗯。这么多啊！我的怎么全都是鱼呢？哦，多吃点鱼肉好，鱼肉含有丰富的 DHA， 可以补脑。快吃吧。哦。对不起啊，给你丢人了。这有什么丢人的？这个呢是孕妇的正常反应，你可以不吃饭不睡觉，但是小西米不行。这个呢是我之前没有顾虑到。快吃吧。我有说要喂你吗？陈嘉欣，长进了，会使唤人了。嗯，哎，你都知道我最近脑子不好，要多吃点鱼补补。你还不把话说清楚？你这是在埋怨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嗯，还给你。